越多的女星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今天经常分享自己的护肤经验。林允种草的一些用品都非常平价实用，范冰冰推荐的一些化妆品直接断货。不过到了张雨绮这儿，画风就不一样了。6月2日，张雨绮在社交网站晒出视频，向网友种草钻戒。视频中她直言不要买1克拉以下的钻石，1克拉以下的钻石统称为碎钻，碎钻在钻石里是不值钱的，没有收藏价值。最后还晒出自己的结婚钻戒做例子，手戴鸽子蛋钻戒的张雨绮豪气冲天。虽然很多网友都表示连半克拉都买不起，但是还是被张雨绮耿直的安利圈粉了，纷纷留言表示看完张雨绮的分享简直更喜欢她了，太率真了，我的天爱，这才是明星的生活嘛，张雨绮太可爱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哦。